我有一个高中的女朋友，坏透了，还没讲啊，没讲，还没，不是，我想问你一个怎么样？你有多饿？你跟我说，他刚刚说他真的饿了，太明显，他真的饿了。你刚才问他为什么医生让他出院？好了好了，你稳住稳住。高中女友，对对对，是。你们可健康哎，鬼鬼呀！那你们那边三个都像看到唐僧肉的感觉，哇，冷静一点。越玩越饿。他去他的朋友的生日 party， 是 pajama party， 在这个饭店。是 hotel party， 是男生派对，而且是睡衣派对，是男生女生他派对。OK， 是我不能去，我有工作，是很忙的。他一定嫌弃了，丢完了。后来我追的车，他很一定奇怪的，所以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啊，我 have sex with another guy。他女朋友说他在那个单身派对上面跟别的男生有性关系。是是是。那你怎么反应？After that, we still stay together。所以你就还在一起？你疯了吗？他还在一起。你爱他，你爱他，原谅他了。他有承认。现在还在一起？现在不一起。没有啦，高中啦。现在还在一起。这个不算偷吃啊，他已经跟你承认，怎么会算偷吃？早说嘛！早说陈志远就说他裤子就是穿反怎么样？真的，早说有种就大词一点就讲啊！出门的时候都脱了下半身出门的。对。If you make a mistake, it doesn't mean you're bad. 你有翻译吗？爷爷爷是翻译的。他说你犯了错，但是你不代表这个人他就是一个坏人。对对对。所以 if you make the same mistake twice, 真的不是个坏人。如果你又犯了第二次错，那就不一样。爷爷爷，你快 I love you, OK。有对到吗？你们讲的话，你对我是台语还是客家话？你跟我清楚。不是啦，欧北公，你不要，我爱你，不要乱说。他做得很好啊，我欣赏他嘛。对啦，对不对？这种男人，他给他一次机会，第二次就不能犯了啦。是是是是是。那因为我们节目呢，最后的十分钟呢，我们要留给呢现场唯一一对夫妻都在场的人。是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妻子呢，觉得说呢，他。有一些东西他真的不明白，为什么这些东西会出现在他的家里，或者是这个丈夫的车上，他搞不清楚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呢，我们因为他提供了一些东西，我们就来看说到底这些是什么样的东西。有请陈志远、林秀琴。这个有两个证物。是。好，我先看，给大家看第一个证物。孩子的鞋子在车上，这不是你的，这不是我的，太 over， 这太离谱了吧！而且这个女生是大脚丫来着，是八号半啊！哇，这么大，八号半，那这有穿过吗？显然是比我高，这有穿过吗？会不会是她妈妈的、啊？有，我婆婆不会穿这种型的。啊，对，不会啊，想说，哎，今天丰年祭穿漂亮一点啊，不行吗？对啊，丰年祭都穿布鞋，谁穿这个？豹纹啊，豹纹啊，就可以说是你列的。哦，这个你是在就看男人呢，他的忠诚度就看他的车子。哦，在车子，这就是在车子看到，而且是车子，然后看到是放在一个很。放那个轮胎还是什么？备胎那边，那个，因为我们那个修理车，对。有藏起来的感觉，对，有藏起来，然后还是用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袋子，哇，那有装的，有鬼，有鬼，姐妹们评评理，有鬼啦，这太不合理了。会不会是哦？因为有一些深潜落水的，他的鞋子也会放在岸边、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而且似乎好像没有穿过。我们且问一下，请问主人还活着吗？这个人还活着。哦，他是有确实有这个人，这个人还活着。本来想来个死无对证的，你自己现在又自己把自己拉回来。其实我不担心这一点，是这个，因为你已经想好了。对，让我们听听你的理由。这个人你也认识，更惨，敢吃我姐妹？什么敢吃你姐妹？这个就前阵子我们一个朋友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他讲那么大，你都知道的。我们也去他们的那他的 party， 他就是 Mandy。Mandy，、欸、去人家 party 把人家鞋子都脱了，不是因为他是坐我的车，是他坐我的车，然后他就在车上就换。他下面洗尊坐你的车，就是我们一起啊。什么时候？就我们一起，我们去海边是穿拖鞋吧？哎呀，会穿这个鞋子。我知道，
可是他自己本身就有带这双鞋子，他自己也带了很多双。那为什么你要把它放在那个？对啊，里面。我觉得是他，他可能是自己忘记拿了。那你要还给他？为什么要退啊？因为我自己也在忙啊，我忙的时候，后车厢的东西谁会去整理，谁去管？我只会在。去洗车的时候，我就看一下有什么东西。不是啊，那个女生也不觉得她的鞋子少了一双，也没有向你要。你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啊？也没有啊，她没有跟我要。我想说，她可能也忘了吧。那这个事情，鞋子这么重要的东西，其实这事情是没有多久发生的啦。嗯，对，我觉得这还好。那就算两天也要鞋啊。重点是秀琴姐讲的，她是把它翻起来藏在下面哦。我想我后车厢很多东西，而且我开车的速度也蛮快的，有时候都会去打翻到，包括我女儿的。有快到鞋子打翻到，真的啊，真的。包括我女儿的东西也是。开车开，那我后车厢不是就这一双鞋子？哦，你后车厢还有八双不一样你不好意思，陪审团。陪审团，请陆续发言。你可以公正一点吗？是，真的，这讲这是实话。其实没有，还有对啊，我们车上其实真的蛮乱的。有时候我好几双鞋子在。对，还有他的鞋子在啊。但是这个出现不是我的，就怪啊。这个我们志远的口供就是这样子啦，好不好？这个鞋子呢，是他一位友人的。那这个友人呢，放到他的车上之后，哎，还忘记再把这个鞋子要回去。我们请问一下三位评审团，你觉得？是否有罪？有罪，把那一罐干冰喷完。有罪，拍到底。好大声啊！我觉得应该是当时两个人都喝懵了。然后一个女孩子会放肆到，你上了一个男人的车，然后宽衣解带也就罢了，会脱鞋。这要对那一个男的有多放心才会做这种举动。我有丢过鞋子在人家车上的原因是因为我带了一双鞋换，然后换下来的我就丢到车上了。啊，也要带回家啊，就忘记出去玩就太开心了。可是那个男生一定是你信任的人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对啦，对啊，对啊。你怎么可能在一个不认识不熟的人的车上？对啊，对对对 ，OK， 我跟你讲，好，我到这边为止。这我不能还有，因为越讲越对陈志远不利，我们跳下一样。鞋子不够，还有下一样，下一样，这是比鞋子更厉害的。不要跟我说三角裤哦，没有，这蛮小的，定制的。一二三，那是护唇膏，哇塞，这个护唇膏哈，长得非常不起眼。对呀，嘿，极效修护的哈，啊，不用念，哎，跟品牌无关，还雪肤兰，雪肤兰，这不是我的牌子。啊，然后这个呢，就在我的副驾驶的那个缝隙，一直这样滚出来，滚出去，不，哎，就是你知道，我就可能放东西还是什么，他就这样子开车的进行中滚出来，又滚进去，他又滚出来，又滚进去，进进出出就对了啦。对，嗯，搞得我真的哦，对这种细细长的东西哦，不是很尬意，然后我就把它捡起来，他正在那个。开车的当中，开车你开车的当中，这件这个护唇膏就已经出现了。当我当下就问他的时候，他说我也不知道这谁的。他怎么身上这个这个是你听到了证词啦，对不对？对。30秒，被告请答辩。我真的不知道这是谁的，但是我的车上不是只有我或者我老婆，还有我很多的朋友，是包括员工也会做。那我员工有男，请问你是开公车的呀？没有，不是开公车，是我可能要人家搭便车，那我就载他。OK， 没有问题。啊，你是有职业病。但是我跟你讲，真的，这个孔我真的不知道谁。我曾经也有发生过一件，就是有女生的香烟盒跟口红都有，但是我都跟他解释，然后对方也解释说：“秀姐，那是我的东西。”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你真的多疑，这我真的不知道是谁掉下来的东西。嗯哼，对，那个人是谁，我真的不清楚。太烂了。如果说没有。而且，秀慧姐，我老在那边要激动啊！如果说真的话，激动干嘛？没有没有，如果说真的，他跟我讲这些事情，我就心虚，把它丢掉。可是我觉得这我不是我的啊，我也没有在，我就放走。那你觉得那个主人会再回来拿呀？好，没有，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大方，我觉得没有好的。那我们被告的证词就是说，他这个东西放在车子上，不知道是谁的，因为他也觉得这个没有关系，所以他也没有丢掉。可是我觉得评审团很愧疚。评审团，你们觉得这个罪名是否成立？